这样拍出来是几 K 啊？你忘了带什么？哦，你没有带哦。哦，回家啦。我放在哪里忘了？放在那个电锅里面吧。好吃啦，好吃。干嘛了？妈妈想要肉亲亲。阿爸爸好。你会冷啊？你会冷一支啊？哈？感觉没有我们家大。我们家很大，他好像没有我们家大哦。You can inside out to it. Some pants they were designed that. 这么酷。Trust me, yes it is. 哎，是哎，哇，虾米，这件正版都可以穿哎，好帅哦，等等。Okay. 这边我还没到。他不给我酒精。我要起来攻打你。这电脑是不是很难用过？我是不是要去拿护腕啊？是运动时间，羽毛球时间。不要插上去了啦！羽毛球要钱的。不，不。蹦蹦蹦！这是 Shadow Fight 吧？哇塞！飞！很胆怯哎！以前我们有坐过那种普通车，从台北扣到高雄，从凌晨在12点。咕咕咕咕咕，搞成个天亮。车来喽！长得跟台北车站一模一样啊！一模一样，只是今天刚好都没车。10公升的免费啤酒不要。我不要那么多，可是我要不同口味，你有什么口味都各来给我一杯。金色山脉免费啤酒，喝大饱。你看，你平常都点。应该是这个吧。对啊。你看，这是几百倍。所以哪一个最多？哪一个？哇，这个最多。就跟你说，蜂蜜啤酒成交了。哇，是啤酒时间。很罐。对。不是吗？这个当水喝。对啊，我就说我要拿来当水喝啊。好，快喝，快喝。又来一壶了。你是得主哎，你是不是要整个拿掉？妈妈不行，确定再来一壶吃得下吗？妈妈想要再来一壶吧，妈妈要自己灌一壶。哇，四杯嗨起来！你也干？用几支呢？所以怎么都不用载具耶？你看对了。What？ 虾米？我是来抢劫的。想要抢劫是不是？就放在这里啊。那就混在一起啊。呼呼，炸开来！混在有一些东西。好急啊你！